听说某人想吃土豆泥，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诗情土豆泥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半杯牛奶是更丝滑的秘诀，土豆压成泥是土豆泥，我压成泥是我喜欢你。撕开保鲜膜，你就有一座完美的土豆山。好不好吃，酱料很关键，配方我打在屏幕上了，要做好笔记。一份丝滑香浓的土豆泥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别看了，我已经给你做好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葱爆羊肉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清洗干净的羊肉切薄片，大葱只需要葱白部分，锅底一层薄油，加末、蒜末、花椒、干辣椒炒出香味，然后下入羊肉，加入白糖和白酒，再来一点太太热原味鲜，投到生抽酱油，选取第一道压榨原汁酱油，用的都是熟悉的食材，更放心。继续炒，炒到葱段断生就可以出锅啦。幸福三重奏同款葱爆羊肉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只要一看到好吃的，就想第一时间做给他试试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熟骨鸡翅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不管看到好吃的还是好玩的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。下入鸡翅，煎至两面焦黄，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这个酱料是照烧汁的味道。最后撒上点芝麻、葱花，一口一个都不用吐骨头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他说天气慢慢变凉了，想吃点暖心又暖胃的。豆腐块裹上鸡蛋液，下锅煎，煎到表面虎皮状。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，记得要做好笔记哦。番茄打底，淋入料汁，再铺上煎好的豆腐，当然不能少了他最喜欢的肥牛。把剥好的石榴放进杯子里，倒入汁水，锅筛加热后加入一勺白凉粉，放凉凝固，切成一块一块的，装进杯子里，倒入牛奶。豆腐和肥牛已经完全入味了，撒上芝麻还有葱花，鲜嫩的肥牛还有细煮汤汁的豆腐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如果惹对象生气了怎么办？那就让他给你做这碗盖饭吧。常看我视频的都知道他有多喜欢吃虾吧。把黄油融化，再倒入料汁，翻炒均匀，盖上盖子稍微焖一会儿。一根绿豆冰棒戳成冰沙，倒入冰块、牛奶还有咖啡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虾的味道是真的好。和好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只做一碗米饭，做一道他最喜欢的菜，两个人一起吃，关系自然就缓和下来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来一波素食海藻汤的活动，三包、六包、九包、十包，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喝上一碗汤，里面味道都是调好了，直接冲开水就可以。平时懒得煮汤，直接泡一碗配饭，泡泡面的时候加一包牛肉面秒变海鲜面，还可以用来煮水饺，快来试试吧。吃一次你永远不知道鸡腿和板栗有多大。鸡腿肉煎至表面微焦，料酒去腥，蚝油生抽调味，再来一罐可乐，倒入剥好的栗子，盖上盖子先焖着。盐渍樱花用温水洗去表面的盐分，晶体加入杯子中捣碎，喜欢喝的气泡水八分满，用樱花装饰一下，最后叠豆花茶封顶。在天气冷的时候看到这咕噜咕噜的画面也太治愈了。超入味的鸡腿肉带着一丝栗子的清香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像我一样把鸡腿剪开，把骨头留在最左边，来调个料汁，这个料汁是甜咸口的哦，因为已经剪开的关系更容易入味。煎的时候皮面向下，稍微按压下它就不那么容易缩水了。倒入腌制时剩余的料汁，还有一万块热水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，沿着石榴的筋膜划一刀，然后掰开，放进碗里敲打它，就可以很轻易地取出石榴粒。倒入酸奶，撒上石榴粒，放进冰箱冷冻，石榴奶装就做好啦。鸡腿排也完全入味了，撒上点芝麻，摆个盘，淋上料汁。不做一次你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好吃，肉质细嫩，一点也不柴，而且超好脱骨，搭配着冰冰凉的奶装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朋友突然来家里吃饭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那么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拿出我的小扳手，要是没有它肯定来不及。
无死角的全锅加热，让汤的味道变得更加浓郁。来调个万能料汁，配料都打在屏幕上了，复杂的菜式也能掌握。独特的搅拌设计，让不同的菜品也有不一样的翻炒模式。一个小时搞定的五菜一汤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真羡慕有人帮你剥虾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盐酱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我觉得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如果有人愿意为你剥虾，那就是了。倒入白酒，小火焖至明虾变色。鲜美多汁的盐酱虾，快剥给你爱的人吃吧！你都看了三遍了，我已经给你做好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耳光炒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锅里先下入虾头，煸出虾油。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你想吃什么，立刻就有人给你做。把三片午餐肉煎至焦香，一碗被人打了一耳光都舍不得放下的耳光炒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早上他和我说，我很久没给他剥虾了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彩椒柠檬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吃虾的快乐有 60% 来自于虾，还有 40% 来自于给你剥虾的那个人。亲手剥掉虾壳的虾，加入屏幕上调料，喜欢吃味道重的可以多加一勺生抽，挤入半个柠檬汁抓拌一下。一份清爽开胃的彩椒柠檬虾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这道菜是我突然想到的，他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你们也会喜欢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抓拌均匀，最后来勺淀粉，装进裱花袋里，用竹签引导着虾花挤出来，锅底一层薄油就可以上锅煎了。煎到虾花变色，带着淡淡的焦黄，撒上椒盐和辣椒面，虾花和烤串的完美结合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会变魔术的土豆你吃过吗？洗干净的土豆切成规整的长方形，大小根据你刮刀的宽度来切，最好的就是切成这样子半透明，一半刷上蛋清，一半撒上淀粉，把两片这样互相粘起来，稍微压一压让它更贴合，等油温升高的时候下锅炸，它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的一下鼓起来。酥脆的小零食当然要来一杯快热水啦，满满的冰块倒入雪碧，涂上红心火绒果，倒入养乐多。他喜欢吃辣，所以我撒的是辣椒面，土豆味超浓郁，酥脆到像在嘴里炸开了一样。这么棒的追剧小零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有个粉丝说这个东西要卖200多，在我们云贵川哈，像这种竹叶吃当凳吃，蘸这种糊海椒哈，又香又嫩。现在吃海椒的，高点去吃。